贾乃亮喊晒甜心视频，笑容像妈如复制粘贴，网友朝相处生分不自然。2月21日，贾乃亮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最新的动态，视频中他喊晒出了女儿甜心，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视频中的甜心身穿黑色外套搭配蓝色衬衫，打扮非常低调，和李小璐晒出的女儿穿衣并不一样。有网友嘲笑称甜心和贾乃亮看起来有些生分，没有和妈妈在一起自然。李小璐也并没有在视频中露面，看起来似乎是甜心单独和贾乃亮一起吃饭。2019年4月，贾乃亮发布声明称正式与李小璐离婚，两人共同抚养甜心。如今，贾乃亮忙着直播带货参加节目，李小璐则是安心抚养甜心长大。在他晒出的日常照片中，甜心都表现得非常开心，希望甜心健康长大，两人各自安好。